大家好，我是 Steven，中国大叔在越南，我们在越南呢教授越南人学习汉语，那希望有机会呢，华人朋友到越南来旅游访问、探亲，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。OK，现在我们做下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小花。我的名字是叫阿花，我是从越南老街省的。OK，草云。我叫常云，我也是老街人，今年我18岁。18。OK，我今年19岁，小鹅。我是河内开放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。我 OK，是琼娥。阮氏琼娥，很好很好。阿恒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恒。好的，还有精英。我是精英。Hello，朋友，很高兴呢，在这里和大家相遇哦。因为前面很多朋友问我们，到越南来如何旅行，如何呢聘请导游，如何请翻译。那我们这里呢，会逐渐呢给大家培养更多的熟悉中文的，还有英文的朋友。那现在我们会中文的，中文很好的学生呢，有15个左右，那还有很多正在努力的学习。如果您来越南，如果您有需要聘请翻译、导游的，可以在我们屏幕下方和我们取得联系，那我们会非常乐意为大家服务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，简单的视频就给大家制作到这里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有机会快快来越南，拜拜。